用自定义模式可快速保存当前参数设置，相似场景无需重复设置，拍摄更加趁手高效。下面我们将为您介绍如何用自定义模式进行拍摄。开启相机，选择需设定的拍摄模式，上滑选择分辨率，或左滑设置快门等参数，点击左下角图标，选择自定义，将拍摄模式和参数保存至自定义 C1， 之后可直接使用已保存的自定义模式进行拍摄。安装好相机，点击左下角图标，选择自定义 C1， 即可进行拍摄。感谢您的观看。